可以看到我新购入的 Epson 这一台几乎是即送即印啊，旁边就有的他牌印表机还在预热， Epson L356 就已经印制完成了，速度表现的部分非常有感。再来它还有一个超棒的特色，非常深得我心啊，就是在 Epson 官网有提供创意印乐园，里面有超多免费的列印素材。那我们家妹妹最近非常喜欢画画，这边我就下载一张兔兔着色画，直接免费下载列印出来，晚上下课回到家给妹妹涂鸦学习。所以 Epson L356 除了正式办公作业好用之外，同时也是跟孩子们互动寓教于乐的神队友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铁爸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办公室、工作室日常都会使用到的办公桌边多功能的复合印表机。那关于这一类的产品，目前市面上可以选择的非常多，大家在挑选上必定会考量列印速度、好不好电、机身大小、占不占空间，最重要的是它省不省墨水啊？毕竟墨水耗材是后续使用上最大的花费嘛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台就能完美的满足大家上述的需求，来自知名科技品牌 Epson 他们家的 L3556 三合一 WiFi 智慧遥控连续供墨复合机。搭载最新压电式喷头，免加热，直接就能列印。比起传统发泡式喷头，列印速度更快，更省电。跟雷射印表机比较起来的话，更省了 95% 的电力，并且喷头超耐用，可以列印约5万张以上。耗材使用更是超乎想象的省墨水，一瓶399元的 Epson 墨水就能印制4支碳粉甲7100块所能提供的4300张印制量。如此399元对比7100元，超省荷包的。还支援手机 App 操作，拍好的旅游照片几点即印，就能马上得到一张高解析度的美美照片。综合以上印制快速、耐用、省电、省耗材的 L3556 三合一 WiFi 智慧遥控连续供墨复合机， Epson 就是要给我们最棒的复合式印表机使用体验哦。我觉得它的体积就是这么恰到好处的机身大小，除了 S 纸张大小、喷头、墨水储存仓，就没有多余的占空间结构。那当然，关于这种功能性的产品，大家就想知道的莫过于它实际使用起来的效果。这个没问题，稍后会有实测的片段给大家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以及操作设定的部分吧。首先看到它整体的外观，雾面消光的机身材质，简约的外观设计相当有质感。整体的控制中心在机身上方的操作面板，右侧则是它的四色墨水夹，采用连续供墨填充的方式更省钱，并且除了连接电脑可以列印之外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机身上方置入需要影印的文件资料。控制面板看似要选择彩色、黑色影印，就能马上扫描印出来咯。它这个换算我们到超商的影印费用，彩色的10块，黑白的3块嘛。 Epson 这台 L3556 复合机，黑白0.09元，彩色0.26元，几乎是差了将近30倍啊。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差距，长期下来可是非常可观的哦。重点是我们在家里、工作室随时都可以使用，会更方便。接着我们看到原厂标配的部分，分别会有印表机本体、黑色墨水一瓶、34分离彩色墨水各一瓶，最后就是传输线、电源线以及原厂说明文件。再来，我们直接到 Epson 官网下载软体，跟电脑完成连线，就可以使用它来列印啦。当然，要使用它来 scan 文件也没问题，像我这样直接将原始文件放在上面扫描区，电脑端使用原厂软体就能将文件扫描到电脑里面，转存成电子档传送给客户之类的，或者是家里小朋友的绘画、涂鸦作品。因为纸类材质的关系，没有办法保存太久，但小朋友们的创作作品是无价的，这时候也能使用它的扫描功能，将作品扫描起来转成电子档，长久保存哦。那除了使用电脑来扫描列印之外，也可以使用手机透过 WiFi 跟印表机连线，直接列印我们出去旅游的照片哦。手机到 App Store 下载安装 Epson Smart Panel，接着选择我们的 L3550 系列印表机，并且完成连线。 Apple 画面这边就能来选择列印、扫描、文件截取、复印等等的功能。那我们点选列印，进来之后会分成相片、文件两种。 OK， 点选列印相片，这边是我最近带小朋友出去玩的照片，选一张我们家妹妹的照片好了。点列印，印照片的话呢，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 Epson 他们家专用的 4x6 相片纸，印出来的效果会更棒哦。好的，可以看到即使是彩色列印，相片画质印制的速度也是相当快啊，并且印制出来的画质、彩度、锐利度都非常棒，这样以后就能随时使用手机透过 WiFi 印制旅游照片哦，超方便的吧。 OK， 大家整体的外观设计以及功能操作都知道了，接下来就要进行实测的片段啦。我的 MacBook 这边选择了一张素材，分别使用我旧有的印表机跟新购入的 Epson L3556 来 PK。可以看到我新购入的 Epson 这一台几乎是即送即印啊，印制的速度也非常快，旁边旧有的他牌印表机还在预热， Epson L3556 就已经印制完成了，另外一台才慢慢的印出来，速度表现的部分非常有感。
而且像我原本的这台音表机，它的墨水就超贵的，黑色加彩色一组就要2000多块。Epson 这台一瓶墨水只要399，并且印制的量还更大，所以 Epson L3556 的省墨能力真的毋庸置疑的强悍哦。并且有支援 WiFi 无线列印的 L3556 更是我们办公室工作室的好帮手。可以看到我的 MacBook Pro 没有接任何的 USB 线，直接透过 WiFi 送出文件列印。拥有压电式喷头的 L3556 非常迅速的直接帮我将文件印制出来，出来的稿件可以看到画质也相当棒哦。再来，它还有一个超棒的特色，非常深得我心啊，就是在 Epson 官网有提供创意音乐园，里面有超多免费的列印素材，比如说有明信片啊、创意折纸小玩具、给小朋友的一些学习教材等等的，重点是通通都免费哦。我们到 Epson 官网的创意音乐园，网址我会放在影片下方。到了素材首页，可以看到有最近奥运的小袋明信片，下方还有四大分类：特别企划、孩子世界、大人生产力、节庆主题。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下孩子世界。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英文注音、连连看、找找看的寓教娱乐素材，点进去就可以直接下载 PDF 档案，使用 Epson L3556 快速印制出来。那我们家妹妹最近非常喜欢画画，这边我就下载一张兔兔着色画，直接免费下载列印出来，晚上下课回到家给妹妹涂鸦学习。所以 Epson L3556 除了正式办公作业好用之外，同时也是跟孩子们互动寓教娱乐的神队友哦。好的，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打算替自己的家里工作室增购新的复合音表机，就非常推荐大家这台知名科技品牌 Epson 他们家的 L3556 三合一 WiFi 智慧遥控连续供墨复合机。经过实际使用一阵子，不论是扫描文件、列印的速度、超省墨的效能，甚至还能透过手机远端操作印制照片，它通通都给我有相当棒的复合式印表机使用体验哦。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分享的 Epson L3556 复合机也有兴趣的话呢，我将放最新的优惠资讯了，放在我影片下方，大家可以去点来看哦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这边结束，非常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